先来看一张图，骑士夺冠率仅 4% 美媒。ESPN 通过算法更新的总决赛概率，勇士夺冠可能性为 96%， 骑士夺冠可能性为 4%， 勇士横扫骑士的可能性为 33%， 五局夺冠的可能性为 39%， 而骑士五局夺冠可能性小于 1%， 六局七局夺冠的可能性都为 2%。看来媒体是认定勇士能够夺冠了，这样的数据不知詹姆斯看了会作何感想。詹姆斯 G 一在勇士防守下全线失灵，勇士士气高昂 G 一勇士切断了詹姆斯和队友之间的联系，出色的轮转协防和补位迫使骑士三巨头球星只能单打取分，比赛节奏完全失控，勇士打得更聪明。勇士双 MVP 合体库里和杜兰特构成稳定的各种进攻，库里打得更聪明，不只是三分出手，他面对压迫包夹防守，增加切入攻击比重。杜兰特则是展现全能进攻身手。不得不说，只要勇士保证有稳定的防守和篮板，勇士是无敌的，因为没有那支球队可以和他们比进攻。勇士可能是 NBA 史上进攻最好的球队。双 MVP 合体比赛数据能看出，